真纯真，能加成真，成一分加分缘分，离离分分只长影长丝长，快要牺牲。东一南北大眼神东，做好热身运动，准备跑这婚姻的马拉松，快步要等，慢一步要出现一脚，停后一脚你还要冲。结婚离婚不婚，搞得头昏，天真认真纯真，能加成真，真分加分缘分，离离分分只长影长丝长，快要牺牲。将军，热吗？热。将军，热，真热啊！将军，你戴这个红领巾就不热吗？啊？叔叔。我走错了，回一步。不许回去！我就不相信我赢不了你。你让我想想，把心放着。好，再来一盘，叔，咱都下了17盘了，你看能不能？老爷，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就说你赢了我17盘，不玩了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叔叔，我江建国在这个棋界叱咤风云30年了，我起码不能输给你毛小子，啊！你让我出去怎么见人啊？来，别下了，吃饭啦！走，我不说吃饭，谁敢吃饭？再来一盘，哎，非要和我再来一盘，完没完？说。你说我这盘应该怎么走啊？请教我是吧？感觉到我比你高了吗？高啊！观棋不语真君子。你走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让着我是吧？没啊！明明一步就能将死我，为什么不将死我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这么下，咱明天早上就下不完。拿回去，好好走。将军的时候就大点声说，将军。将军。都笑了，笑完了，快，吃饭了吧？哎，玩什么呀？笑完了。我热菜去。走吧。坐这儿。我说笑完了吗？坐这儿，再来一盘。啊！总是令你怎么老赢了呀？我也不想赢了，你爸不让啊。你看我妈，我妈都急了。那你说，这盘应该怎么下呀？怎么意思啊？耍赖是吧？怕我赢你是吧？再来一盘。
吃饭了。沈老师啊，水平相当啊，再来一盘，一盘，一盘，一盘。什么最后一盘啊？我说吃饭了，立刻马上，一分钟都不许耽搁，能听懂话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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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小叶啊，哎，饿了吧？有点。咱们先吃饭啊，吃完了饭，接着下啊。小郑，哎，别客气啊。对对对，到我家就跟到自己家一样，吃吧。来，尝尝这个。这可是我妈的拿手菜，一般人来了她都不给做，是吧？嗯，好吃好吃，特别好吃。那当然了，沈老师的手艺啊，开个私房菜馆那是没问题。我跟你说啊，小的时候呢，我不吃蛋黄，所以我妈就研究了这道菜，尝尝，吃不出来蛋黄味吧？嗯，还真是啊，嗯，这味道真不错，嗯，多吃点。江科长，吃饭。啊，老沈啊，这个下棋虽然比不了下地，但是也相当累脑子啊。小郑啊，阿姨做的菜好吃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好吃就多吃啊，好吃就多吃。吃完以后咱们两个再来300个回合。吃你的饭吧，今儿谁再说下棋这俩字儿，我就把棋盘给上了。钓鱼吗？那个，你看他干什么呀？我们家天晴啊，从小那屁股上就像长了钉子一样，去坐下就起来，坐下就起来，他坐不住啊。说什么呢你？当着外人屁股屁股的，天晴可是大姑娘啊。不是，这连屁股都不能说了，那都是封建。说，那个钓鱼我虽然不会，但是我可以学。你真不会吗？我会。我真不会啊。不会就好，咱们两个可以聊聊啊。老沈啊，你看这个无酒不成席嘛。哎，没叔，我带了带酒了。小郑，你我现在这个关系我能喝你酒吗？可作为一个国家干部，我现在喝你酒那就是受贿啊。天津拿酒去，吃饭就吃饭，别喝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男人没有不喝酒的，再说了，他在展棚那儿工作能不喝酒吗？酒品看人品呐。喝什么喝呀，吃吃饭说说话得了。他喝三杯就倒了。哎叔，您要愿意喝我就陪您喝一点点啊。老沈他只能喝三杯，那就拿酒去。一会儿，程警官，拦着干什么？我们喝。坐下，干坐下。别敢拦，坐着。别傻了，哎呀你。这是事儿，田警官啊！今天我就知道要拼命了，我就喝了两袋海王金樽和二锭土。没事，你放心。怎么了？田警官，掐哪儿啊？小腿我有点晕，快快走，再使劲使劲，继续打你扯啊！别喝了，这也不能喝了，不能再喝了。阿姨，给阿姨话。阿姨您站着，叔叔您坐。叔叔这杯酒，我敬您，感谢您培养了一个这么好、这么善良、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儿。叔叔干了。你别干了你。救命了你。好了。
你不是说你只能喝三杯吗？现在你喝了第三个三杯了，你又给我玩深藏不露是吧？我今天晚上为了我闺女，我要不把你喝个底儿掉，我就对不起晴。你行啊你！咋了？妈，你看我爸呀！你还喝？你真想喝死自己呀、啊？你有什么毛病？你不知道啊你？我不是为了咱闺女吗？我要不让她喝成这样，我怎么能看清楚这个人？小子，你这个女婿，我认了。爸，什么认？叔叔，你这话算数？算什么数啊？你爸喝成这样能算数吗？起什么哄啊你？这个时候我是淡定的，我是一个国家干部，我经历过多少场合，我说句话是砸坑的。不过有两个问题，三个四个你给我回答清楚。四五六七八一百个都行。就你只要问我都敢答，我要答的有半点假话，我天晴，吓死我，吓死我。你喜欢我闺女吗？叔叔，我喜欢天晴。这儿放开！放手你！没事吧？叔阿姨，您别生气啊，我真的喜欢天晴的心的。叔叔阿姨，我跟你们说实话，天晴的心特别的干净、透明、纯洁、善良。我跟他在一块儿，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变了。年轻小时候怎么说来着？哦，对，你就是照亮我心灵深处唯一的一抹阳光。天晴，我有你真的很幸福，你就是太阳，你把我这儿都充满了。高度的，你们两个拿着登机权。你放开呀！你给我这个家谁说了算？谁说了算啊？我说了算，让郑志、天蓝去登记去。我是天晴吧？说清楚。对对，得请得请。你自己高点，哎呀，你高点，哎呀，你干什么？这个把筐给我，少爷，筐给我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？筐给我，筐给我，啊，少爷，我不是呢，我们等着，等着。为了天晴，我必须得给他喝倒了，知道吗？人呢？喝跑了。晚安。半个小时了，能不能行啊？没事，一会儿就好啊。来来，再放块毛巾。谢谢阿姨。正月啊，你叔叔他今天喝多了，他说了些什么，那都不算数的啊，你别太认真了啊。啊？什么不算数啊？我爸可同意了啊。我有证据。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是
哎呀，大妈，你快看看，这都红了。哎呦，真是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就是啊，这刚才还没这样，这……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哎呀，没事儿。呀，这像是什么过敏呢？啊？哎呦，我从小就这毛病，一吃蛋黄就过敏。没事儿，过一会儿就下去了啊。哎呦，蛋黄？嗯。哎呀，你。哎呀，你说你自己吃这个东西过敏，你刚才吃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哎呦，我第一口吃，我也没吃出来是蛋黄，然后越吃越好吃，越吃越好吃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过敏也吃了。嘿，好吃也不能吃啊，记着啊，下次别吃了。妈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让他记住，下次不能吃了。听见了吗？我妈说，她下次再做蛋黄南瓜的时候，你可别吃了。吃死！下次不吃了，下次肯定不吃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别动了，轻点。待会儿又流了。不是，我觉得好痒，不行。东西都收好了吧？锁上了吗？锁好了，没什么东西，就一个包，放心吧。你是不是还痒呢？要不咱去医院吧？没事儿，你妈刚才不是给我吃过敏药了吗？等会儿就好了，放心吧。你这样能回家吗？那有什么不能回的？就刚才叔叔那么一肘子，我酒都醒了。今天真是难为你了，这过五关斩六将呢，还差点连命都搭。哎呀，以前人都把结婚看作是一件天大的事儿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亲爱的，不拼命哪能娶到好媳妇儿啊？明白就好。放心吧，我是你这辈子最正确的投资。哎呀，反正也不能退货了，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一条道走到黑。放心，我这个老婆呢是跑不了啦。嗯嗯。哎，啊，我可把话说好了吗？尽管刚才形势大乱，但是他我还是保护的好好的。太好了，有了他，再加上我手里这证据，不怕我爸明天不认账。真对了，耶耶耶！哎，别高兴太早。可是我觉着阿姨好像不大同意呀。没事儿，你看我妈一见你过敏的急了呀。户口本的事早就忘得九霄云外了，放心吧。哎呀，终于寿得云开见月明了。沈老师，江科长呢？人送走了。走了，还让我多谢您的热情款待呢。过敏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我估计到家就该消了。你这么快就开始关心人家了，是不是说明成也过关了？过什么关呢？就见了一次面，能看出什么来呀？还有你爸，就在那捣乱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户口本呢？给我。晚了，我给郑爷了。你这丫头太不着调了吧你啊！那户口本能随便给别人吗？小点声妈，小点声，吵醒我爸怎么办？再说了，郑爷可不是别人，还是我未来老公，你的准女婿。我还没点头呢哈。那你也得承认，他这人其实还不错，是吧？凑合吧，那不就得了？沈老师，你不要为了反对而去反对，你学学我爸。你看，你们必须马上去登记，请。看多豪气！豪气！明儿我让他嚎叫。行行行啊，小点声。那你倒说说，我跟郑爷结婚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就是怕你这个决定做得太草率了，将来后悔。不会后悔的，我是认真考虑过的。再说了，
要是人生每件事儿都得经过深思熟虑、反复推敲才敢去做，那还有什么乐趣呀？正是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才会对明天有更多的向往，不是吗？看看，就你这几句话呀，我就替你捏把汗。江天晴同学，人生就是一场比赛，发令枪一响，那就没有回头路，可不能跑错了方向啊！沈老师，在你的反复教导下，我当然知道，人生就是现场直播，没有彩排，所以我们才要更珍惜当下呀。我的当下就是要跟郑烨结婚。哎呀妈！好妈妈，求求你了，你就答应我吧，行不行？行，今天别再说这事了，好吧？哎呀，我头都乱了啊！别说了，烦！啊，行，我今天就不吵你了，你早点休息，好好考虑啊。恭送母后，请假回宫。这事干嘛去啊？你啊，陈列呢？你把你姐姐当成是退休的老太太呀、啊？谁说穿了运动服就一定得去陈列呢？嗯，也可以买早餐。一样，我看看。哎，包子，鸡蛋，俩蛋蛋，又是包子，这油条呢？没买油条啊？一个是菜包子，一个是肉包子，营养均衡。行，我尝尝。不错，姐，有股地沟油的味儿。说什么呢？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？哎呀，忘了，喝太多了，哪知道几点呢？大概三四五六七点，刚到。喝酒了？喝了。你不是说去看江天晴的父母吗？怎么还敢喝酒啊？他能不喝吗？敢吗？那老丈人咔把杯一举，倒上酒，那就是毒药我也得干呐。幸好姐，我昨天在喝酒之前呢，吃了两瓶解酒药。更好玩的是，他爸还没我酒量好呢。倒上酒，多了。你这回是找到组织了吧？那当然了。真不知道，江天晴他爸是有多喜欢我，喝醉了之后。拍着我的肩膀，称兄道弟。哼，别吹了，你前两天不还说他们不同意吗？这么快就180度大拐弯了，我看是360度，还勉强相信。不信是吧？等着。这是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你们真打算偷了户口本去登记啊？这个是天晴他爸我未来老丈人亲手交给我的。要不是昨天晚上我们俩喝酒喝太晚，民政局关门了，他爸一准压着我们俩去民政局把证给领了。真的？骗你干嘛呀？他爸爸是不是喝醉了？你真逗，不喝醉了能答应吗？你们就打算这样把婚结了？你觉得合适吗？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不是姐，
这婚你是让我结呀、啊，还是让我结，还是让我结呀、啊？我是要求你堂堂正正的把江天青给我娶回来，而不是像这样偷偷摸摸的。我堂堂正正把她娶回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就是担心。担心什么呀？你忘了你当初骗江天晴那些话呀？啊？什么？咱们家在美国，咱有个亿万富翁的父亲，咱爸就是个死他妈凉风的担担面的在。闭嘴！你说，我要跟他把证领了，算不算骗婚呢？当然不算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这么做，这是为了考验他。再说了，你姐姐我早晚得去美国。到时候你不就有了一个美国的亲戚了吗？这怎么算是骗婚呢？我觉得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吧，都对。不是你这歪理都从哪儿来的呢？啊？歪什么歪啊？理就是理。我告诉你啊，郑业，你要不是按照我说的，堂堂正正把家那妻给我娶过来，就算今天张家的户口本在这儿了，咱家的户口本不给。嘿，你唱哪出呢？这事儿啊，他们家的事我还没搞定呢，你捣什么乱呢？你，哎，我这。给我倒点水。混蛋！石老师啊，石老师啊！快快快快快！晚了晚了晚了！哎呀，你怎么不叫我呀？这都迟到了。作为一个干部，怎么能迟到？赶快给我找衣服去啊！你怎么坐这不动啊？你今天不用去了。我帮你请假了，请什么假？病假。你说我好好，你给我请什么假呀？我说了算，让郑志前来去登记去。爸，我是签字员。对对，得请，得请。请什么请？咱们家。哎呀，你管什么？声音怎么耳熟啊？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你管他，你管他干什么？我昨天确实喝多了，但是我没有胡说八道。我去给天晴解释。谁是一家之主？你。谁说一不二？你。谁说我是老顽固？你，我，沈老师，上什么刑就来吧。赶得上登记了。哎呦，你这么火急火燎干嘛呀？我不得回家去拿吗？带来了吗？天晴啊，我这心里还是有点发毛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妈真的同意咱们俩去领证了？没有。没有呢？咱们俩怎么领啊？我爸同意不就得了吗？算了吧你，长眼睛都能看得出来，这个家是你妈做主。我不管，我们家好不容易有个松口的。等他酒醒了又反悔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担心的就是你这么先斩后奏。前段时间你离家出走，这回你又背着二老领证，你想让你爸妈这辈子都不让我进你家门啊？不会的，等咱俩生米煮成熟饭，他们不同意也不行。不行，天晴，我觉得这个事不能这么办。相信我一次，我觉得阿姨是个讲道理的人，我找阿姨谈谈。你谈谈就行了。这我可不敢保证。但是我敢保证的是，咱们俩要是这么坚持领证了，之前做的努力全白费。那我不是怕你等不了吗？
我有什么等不了的呀？哦，你说是我家里啊？放心，为了你，我扛得住也得扛，扛不住也得扛。听话啊，咱们乖乖的等你爸妈点头，好吗？那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呀？哎，不过这个可千万不能还回去啊，以防万一。大哥，发誓，少一个，八足是。我发誓，我要是把户口本还回去了，我天打雷！我相信你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走吧，听话。嗯。哎呀！还当兵的？这站好了，站好了。告诉你啊，现在还差38分59秒的，这。手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当兵的出身一点毅力都没有，你还老班长呢你。现在这个家，你是班长。知道这个家谁做主了吧？别偷懒。我。再说一遍。我们。知道就好，这就站好了，有点样子行不行啊你？天晴的婚事，谁说了算？这怎么回事？这你听好了啊，去把那户口本给我要回来。沈教授，你就不怕我撅过去？别吓唬，撅什么撅呀？我十分钟给你记一次心跳，正常着呢。哟，你们俩这又玩上举重了。好女儿，赶快去把户口本要回来。你干嘛？我后悔了。没门啊你！你自己都说了，你这么大一领导，说句话砸一坑，你现在坑砸出来，想把它填上，没戏。你不能救救我呀！我救不了你，我会帮你。沈老师，你看见了吧？不是我不要吧？那我不管，反正你得给我要回来，要不回来，我告诉你就不是这十大酷刑了，知道吗？还得翻倍、翻倍、再翻倍，知不知道啊？知道，这就好。给。什么？帮我翻译一下。不干。签字150。不干。明天就要。不干。这是定金。不干。江天蓝，你行啊，挺会做生意。你翻译这干嘛呀？你到底是主治什么呀？你不会是妇产科医生吧？想不想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呀？你这是，哎，刘主任，我帮你交代。继续训。看什么看？写你的，红的，记住了吗？不能再错了。维也纳爱乐乐团来华演出，仅演2场。什么时候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对，是。忙得跟什么似的，哪顾得上这个呀？我跟你说，这票可特别难搞，我那朋友都不敢打保票，所以拿到之后我才敢告诉你。怎么着，周末赏个脸吧？哎呀，我最近啊是忙得一塌糊涂，别说你了，就连小雨我都顾不上。哎呀，这事我知道，雨哥已经打电话向我投诉了。你放心，在我答应带他去看网球比赛之后，他已经撤销了对你的差评。我是看出来了，现在啊，你们俩完全是一个阵营里的人了。那是必须的。
哎，听这话茬儿，怎么是有点酸酸的感觉啊？是有点酸酸的。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，帮我照顾小雨。啊，那你必须得谢我，啊，但不能光口头谢是吧？总得有点实际行动，至少得吃顿好的，对吧？没问题。哎，对了，阿姨的腰怎么样了？嗯，没事，老毛病。这样吧，哪天我带着小雨再去看看他。不用麻烦了。哎，也行，这漂亮媳妇儿迟早得见婆婆，对吧？再说我妈见你肯定特高兴。瞎说什么呀？主要是昨天吧，太仓促了。你看，我就空着手就过去了，在礼数上不太够。这你就多心了，我妈心可大了，不会在意的。你只要去，对她来说就是最大的礼数，好吧？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。哎，展鹏，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。啊。咱们俩的事儿，你告诉茉莉了吗？告诉了。真的，啊？那天我怎么发现，茉莉好像不太高兴啊？有吗？没有吧。要是有也是冲我啊，我们俩经常闹点小别扭，不是冲你。你想你这么人见人爱的，怎么可能呢？那就行。哎，那个，要不这样吧，哪天我带小雨过去，让茉莉也来呗。要不咱们就定在周末，反正周末茉莉也会过来，这样的话你在江天兰那边也好交代。嗯，周末是吧？周末，哎呀，周六我已经有安排了，周日咱们还得去看这个。咱们吃完饭再去看呗。那有点赶吧。那要不你就把这两张票送给别人。那不行，这你最喜欢的乐团。可是现在对于我来说，你跟小雨最重要啊。欧了，交给我吧。三点前到这个地方，到哪儿啊？江天兰，看够了没有？韩，不是，是他。哎，你觉得这两句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是给小雨买礼物吗？怎么挑裙子了？我觉得这两件比较适合茉莉。以前我也老想，如果小雨是小女孩就好了，我可以给她买各种各样漂亮的裙子，打扮得漂漂亮亮。没关系。以后有机会，当然啦，以后我肯定会把茉莉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的。自己看看，这不是我的病历吗？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只要我想找，那就一定找到。你拿我病历干嘛？找你这份病历太不容易了，我让我那个小助手在资料室查了20个小时才把你查出来。这是妇科病历，没文化真可怕。不孕不育什么时候变成妇科的？你看我的病历就是侵犯我的隐私。别人看是侵犯你的隐私，我看就是科学研究。韩向东，你想干嘛？今天叫你来是为了给你治病。我的病8年前医生就已经有诊断了。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医学发展的地方？8年前治不好的病，不代表现在也治不好。跟
更重要的是，八年前你的手术不是我。那我也不需要你来给我治。江天南，你别紧张，你不需要有顾虑。我是一名医生，在我眼里没有性别之分。摆好心态，我先带你去做个检查。你有病！这件我来付。别，一起吧，一起。那怎么行啊？你送给小雨礼物，这件必须我送给茉莉。你跟我还分那么清？别的可以不分，这个必须得分。这是我给茉莉的一点心意。行，那分开算。到时候我一定告诉茉莉，这是她敏秋阿姨特意给她买的礼物。请问，我可以下班吗？爱走不走，反正我走。刚才气冲冲出去那个女人是您亲戚啊？您哪只耳朵看我不像亲戚了？那你还因为她取消下午所有的预约？难道真是？是什么？女朋友啊？有事说事儿，没事出去。是来拿宾利的，资料库那边打电话来说要送过去。他拿走了。风吹吹就过了，话说说就算了，人笑笑就散了。我没事，只是假装强势。线松松就断了，路走走就远了，心想想就乱了。有心事都是过去的事，单身路上的孤单怎么都走不想要一个人陪伴，真有这么难？想象中的那一天，一等多少年，都准备了多少遍，心甘情愿。我不会一个人为一个人的荒废爱的天分，你不会一个人对一个人像一个人，而始终一个人守着爱的门。单身路上的孤单怎么都走不完，想要一个人陪伴，真有这么难？想象中的那一天，一等多少年，都准备了多少遍，心甘情愿。我不会一个人看看谁。